江哥，喂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什么事儿说吗？你看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觉得你人挺好的，然后特别老实，平时工作也挺勤奋的。我做你女朋友好吗？做你女朋友？啊，好啊好啊。看着没，有人愿意要我，还说没人愿意要我，我怕被人抢走了，你就后悔去了。小豆，我喜欢你。真的吗？其实我也喜欢你。真的吗？我刚才和他们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。可是我选的是真心话。一下吧。